嗨，各位观众，你好。Welcome back to Joe's Garage. Actually, from this episode, I will try to speak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since my audience is from Taiwan. I have very surprised. I don't know how you guys mind me. So I also switched the title to mix English and Chinese as well, same time. So I hope you guys can find me. For no further ado, I am going to introduce what I'm going to do today. 相信有在关注我频道的人都知道，我把我的车卖掉后，我去买了一台 Street Fighter Ducati Street Fighter V4。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摩托车胜于车的人。然后 Street Fighter V4 是一台非常 popular 的车，它有很多的套件可以选择。今天你们在桌上看到的这些不是赞助哦，这些是我真的花钱去买来的。车架上面的一些铸铝的套件，然后改成切削件。然后之前我有拍一个短影片是在把箱子打开的，但是今天我们就要来彻底开箱，看看这些东西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然后及为什么它会这么贵。我等等也会把一个我购买的这些东西和他们的价钱放在下面，也会放那个 Motocross 的 online shop 的连结。那废话不说，我们就来开箱看看吧。好，第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它是在摩托车上面的那个铝合金的支架，它就是连接副车架，然后把引擎的三个主要的锁点锁在车架。它只有在这一侧，就是在单摇臂没有，就是在铝圈镂空那一侧有这一个支架。然后原厂的就是一个铸铝一个线条很漂亮的一个件，但是你是我想要最主要会改这个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它是黑色的，就是我希望能把这个，这样你们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把镜头拉近一点。这样看应该看得比较清楚。我希望能把它改成大部分的车上的铝合金的配件都改成黑色。纯粹是我觉得那个铝有点多啦，就是说它铝色有点多，我希望它就是包含在前面车身上面，就只有前面那边有铝，然后大部分其他地方都是用黑的做取代。所以我是今天除了买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是，算是脚踏连接摇背跟引擎本体的那个结合的铝合金配件，我等等应该会拆箱拆到。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边。这个价钱呢，是假如各位有兴趣的话，在国外网站不含运费、不含税金的情况下，这个的价钱是250欧。你先看到这个，就我刚才有给你们看的这个。好，那我们现在来开箱下一个东西吧。其实 Motocross 的东西真的都做得不错，只是单价都有点高，然后都要等蛮久的。这应该是我买的那个算是离合器油跟刹车油的油杯的支架。然后这里面是油杯本体，它做的是蛮好看的啦。然后它会长得像这样子，放在这样子，然后这应该是离合器那一侧，跟我都选黑色的，因为我觉得黑就是颜色不要太奇花，那颜色一大堆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只要可以的话，这样是颜色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是油杯，这是刹车油这一侧，这离合器这一侧，这样子就有强迫症，希望它的那个左右是可以一样的，就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因为它看起来是一模一样，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怎么说，很好看。我一直觉得街车形式的车子啊，那个杜卡迪现在给你们的那个两个小小的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油杯是比较接近赛车形式，就是假如你是赛车，你有整流罩，我觉得放那样子比较合理，因为它方便换啊，你毕竟就是赛车场要这样使用。可是它主要做一个街车，比如说像
Scrambler 或者是Diablo 那种的，它 Diablo 和 Scrambler 我记得是也有设计一个就是金属型的油杯在上面的，我觉得这样子在街车形式来说是比较合理啊，因为它毕竟是街车，它不是赛车，它不是并不是仿赛啊，它就是街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一个金属的油杯对称，会是一个很比较好的，看起来比较好，比较完整，感觉就是它有完整把它设计过。虽然杜卡迪没做，但是 Motocross 做了一个，他做的一个形状我也比较喜欢，因为很多像是什么尼兹马或者是其他 CNC Racing 那种都，他们都做圆的，不然就做椭圆的，就是你知道，就是看起来就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 Motocross 做的是真的是比较有设计的质感。我把它拉中近一点，让你看一下。他现在看，你现在看到这个是离合器的，这样子看，离合器的油杯，然后这上方有个 Motocross 的标志，后面也有一个观景，就是说不是观景啦，就是观察油的那个状况的有没有减少这样子，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它两个造型是一模一样，但是就是左右对称，它后面有一个观景窗，这样这两个加起来的价钱会是，这两个加起来只要两个一起买，单个买一次你只要只想换单边的话，一个是210，然后两个一起买的话是399，我是比较推荐两个一起买啦，因为你想要换这个你就想要让它对称的， 你买个单边是在 Hello 你想要干嘛，反正两个一起买的话是399、哦、我现在想的是欧元，我觉得399有一点点贵，但是它很好看，对，重点就是它很好看油杯，然后当然它有把那些其他的需要用的配件都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包含新的垫片然后新的支架跟新的油嘴，就是说你要锁在上面让它可以流油的油嘴，都这些都有附一个新的在这上面，所以不用担心，那都把配件都给你了，你来就是可以直接安装上去这样子。但是它这个形式各位要注意一下，假如你有改成那个Brembo 的另外的16或18的直推的话，这个就不行直接装咯，它这个形式的就只有包搭配原厂，你要看啊，它的网站上面会有写搭配16或18，但是或者是原厂的，这两个是原厂的，因为我可能不会去改直推总方，所以我就是选了两个搭配原厂形式的油杯，它的造型都很好看，各位可以去，然后它颜色也很多，有红色、金色，当然有铝的颜色、银色还有黑色，我是选黑色，我觉得黑色低调又好看，可以大家喜欢可以去它的那个 Shopping Online 网站，我在下方的连结会附，你们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蛮有质感的。好，那现在来开一个比较大的好了，好吧，我们来开一个比较大的。好，这个是这个我觉得也算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改装，但是这个大部分其他厂商没有做，可能是成本太高，或者是其实杜卡迪原厂就做的蛮不错了，只是说我就是因为了颜色的一个考量，我想要把它变成是黑的，所以才会买这个 piece， 虽然是只有两边，就是它是左右嘛，这 piece 虽然只有两边，就是最主要是这两块啦，这一块看会有点看不出来是什么东东吗，它就是那个连接摇背，你把引擎跟摇背连接在一起的，算是副支架嘛？就它，因为它引擎是已经算是引擎，已经是车子的车架的一部分，所以说它杜卡迪上面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主要的把整个引擎包覆起来的车架，它就是一个类似前面一个车架连接龙头，后面就用引擎本体做车架的一部分，然后连接一个。用这一个把摇背连接在一起，所以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配件。
但是原厂的形式呢，它并没有，它我想要是黑色的，最重要是颜色的问题。但原厂的其实做得很好，它就是一个一体成型的铝制铸造件，然后没有什么问题。当然，Motocross 的这个做得非常的好，虽然它我不晓得为什么它都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好像撞到的地方，是我不太清楚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它。照理说，刀锋这么细，应该是相当完美的一个东西，但它总是有一些地方好像是不小心去切到，还是怎样。I don't know. I think that must be have some reason. 也许。然后这个铝合金的副车架连接摇背的配件呢，它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有两个，它这边它可以做一体成型切出来，但是它为了要让你选择，你可以把它。你可以把它选择，看你要，你要驻车架的话，就是你还要你的 side kit，侧边驻车架的话，你就装这个，然后它下面就可以连接你的驻车架，或者你的车子就是你没有打算用驻车架，反正你的车子是要拿来赛车的。你不太可能把它骑去别的地方，你不管如何都会有一个像我一样的脚架架在那边，让它立着，不会是用驻车架的形式的话，它就有给你一个算是 side kit delete，那你就可以直接装上去，装上去之后，你就它会变一个很漂亮的形状，然后你并不需要它，它就不需要一个，它就不会有一个 side kit 的那个轴在那边，它就是算是很彻底吧，做事很彻底。它不是把 side key 直接拿掉，它是把整个拿掉，让你 side key 都不用用了，你就可以直接来使用。然后它要替换，因为它其实做得非常好。你只要你只要去赛车场，你突然想要省省那一点点的重量，你想把它替换，你只要把这两个螺丝拔掉，然后它是做这样子的，吸，你把它滑下来，再滑上去，吸，你的 side key 就会回来了。就是，假如你真的在赛车场上想要省那么 虽然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做啊，省那么一点点重量，你就把它滑上去，叮，然后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造型。我就觉得这是相当特别的一个设计哈，很彻底的，你想要也不想要，就是彻底把它删除掉。然后它的切工那也相当优美，它跟原厂比起来，这边可以看，各位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类似像鲨鱼鳍的东西在这边，它就是它原厂的话，你假如看的话是它是这边就是一个中空的，就是一个空的状态，没有什么设计啊。然后这边的话，它是加了一个类似像是鳍的东西，这样看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它就是加了一个类似像鳍的东西，长这样子。然后它是有点造型的，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看的，但这个就是其实有点见仁见智。然后其实它还有一个要绑线的东西，我不太清楚。现在，假如我装这个上去的话，那个是不是就要用 zipper 来绑，还是有什么其他固定方式？Anyway，它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东西。虽然它很单价很高，这四个 piece 加起来要780欧，不是开玩笑，这是另外一侧。连接摇背连，这是连接引擎本体，然后这边是连接摇背的。哦，这四件加起来就要780，不是很便宜，其实是非常贵啊。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加贵不要看不看了，这边有小小的那个 Motocross 的 logo 在这里。它算是，我觉得它也许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它并不会增加你的性能，但它可以让你的整个车的质感加分很多。然后 Motocross 就是处理的东西都处理得很好。设计的真的蛮好看的，假如各位真的是可以去官网参考一下，只是这单价真的偏高。再说一次，我并没有收 Motocross 的钱，我并不是收钱来拍一个介绍，只是我就是很喜欢他们设计的东西，然后我真的花了自己的钱去买，然后我还没装到车上，装到车上的时候我会再拍一个完整的样子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说装在车上是长什么样子。这个也是有一点点贵，它是连接引擎跟避震器。我们来看一下售价，
它的售价是389欧元。然后它呢，就是一个，然后说这个东西是最，你改上去后最，它非常扎实，它是用整块铝去切削，然后它透镜的部分非常少，这边就是这边这样切掉一点点，这样，然后这边再切掉一点点，其实没有切掉很多啦，但是因为这个但是连接，它会连接那个这边是连接你的引擎本体嘛，然后这上气缸，然后这边是连接那个 case 引擎 case。然后这边就是连接它的避震器的环，所以它承受的，其实它会一直不断的在承受那个 vibration 的那个压力哦，所以它其实不能做，它也不能偷轻太多了，它不像这种 side panel，就是说可以比较强度上面比较不需要那么去顾虑，它这边的话就需要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它其实这整个地方都非常 solid，我觉得它铝这个厚度都至少有3到4 mm 以上。好不好？接近5公分也有可能，接近5 mm，1公分也有可能哦，超过1公分，它厚度的话，应该就整个平均加起来都是超过1公分左右，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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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一个设计哦。然后这个改上去，虽然它389，但是它这个改上去不被看到的可能性也是相当高了，因为它就在藏在那个避震器的。后，你可现在看不到避震器的那个后面里面，它就是藏在那个里面，然后你可能也，可能也不会太去注意到，因为我要选黑色，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被观察到的颜色。然后为什么我会想要买这个呢？再一次就是一个配色的问题，一个强迫症配色的问题，就是它我希望它是金属件，大部分铸铝车上铸铝的金属件呢，都可以是黑色的。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说这边是银一块，那边是黑一块。我希望我刚才声音应该都，我刚才就要把麦克风放后面，我希望刚才声音你们都有听到。然后它，但所以它就是全部现在看到的，包含刹车油杯，包含引擎副车架，包含那个摇背支架，包含避震器支架。全部都是选择用 Motocross CNC，你基本上，我现在举的这些东西，避震器支架、引擎副支架、摇背支架，你都不会在其他的改装厂上面看到。他们现在这个阶段，虽然只有 Motocross 有做出这些，这些配件，其他的人都没有做。然后我觉得 Motocross 做得很好，处理得很好。所以这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我要买这个支架？它其实算是不显眼，但是它就是改完之后，就只要你把这些套件都改上去的话，会有，我觉得让整个摩托车的，当然不是说它车上的零件不好，它车上零件也很好，虽然是铸造的，然后它的线条也是，这个线条就比较阳刚啦，因为它毕竟是切削的，它也可以切得很滑顺，但是它就是要做出区别，毕竟它切的跟原厂一样，那你干嘛买改装品？就是它，但是原厂的话，你就会感觉它的那个表面处理得很 smooth，然后感觉比较柔一点，然后装上这个的话，线条上面，不好意思，装上这个的话，线条上面就会感觉比较的阳刚。加上它，你只要原厂不喜欢原厂铝的话，你要改其他颜色，就一定也是要选择改装品，然后。他当然，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这边也是有一点小小的撞伤了。它的颜色也是有金、红、银跟黑。我觉得黑，不知道是什么，是那个车行老板一直说为什么我要选黑，因为黑就是很不显眼，看跟就是你根本看上去就不会感觉是改装品。就是我觉得黑就是一个怎么说，可以包容所有其他颜色一个很低调的一个感觉，反正就是我喜欢，不管你要怎样。然后现在就是要拆到一个最后一箱了。其实还有2个东西，但是那个我不确定拆出来会不会容易看到。哦，最后一箱是这个算是小加分的东西，但是它也不便宜哦。我们来看一下售价。这个算是比较新版本的，它是算是实件组。
就是它是车架上面的那些螺丝，就是你看到，因为它毕竟跟 Panigale 不一样， Street Fighter V-Force 算是 Nuke Bike， 所以它是肌肉车，它很多地方都是裸露在外面，包含把那个副车架的支架、前面的那个支架，全部都是裸露在外面，所以它会，它那个螺丝就丑丑的都没有被看，就会被看到了。所以这是很多，其实不止 Motocross， 很多厂商都有做，但是我觉得 Motocross 做起来看起来是跟看起来跟原厂是最为相似的，所以我就是最后是选择 Motocross， 就是因为我想要维持那个原厂 Stock 的风格这样子。然后我选择也是非常低调的一个银色的样式，然后它这是旁边啦，就是那个它，只要把摇背装上去的话，摇背中间那个轴承有个洞嘛，然后就是把那个洞堵起来，像这样子，然后盖起来变这样，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它就是算是这边的塞套，它算是这样的塞套，它就是把所有的那个洞都补起来，然后弄成这样。其实很好看，我觉得，就是说低调，然后就一个银色的那样子把它遮住，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是蛮好看的。但是有人就是说，把这个套子塞住的话，就你因为有很多支架，像是什么，只要喜欢 DIY 的人的话，就知道那个轴承是很多的车支架厂商做来要支撑中间，把整台车撑起来，这样你要调整前轮或调整后轮的话比较方便。但是我是应该不会这么做了，我应该都是拿去给车商帮我用，所以我是就买了这个，让他可以把前面堵住。但我后轮轴，因为我常常会停着，我可能没有那么常骑车，所以我还是有把它没有把它堵住，就是让它可以被悬空状态下，让车身可以直立立起来，它才不会造成说前叉单支漏油，然后一直压迫某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这一个的话是那个车架的。摇背的那个塞，然后还有它有十，总共有十件组，然后它里面还有就是类似像这样，这个是旁边的，它这是做成两件事，就是说你这个先把副车架锁起来之后，再把这个塞套这边有个小小的螺丝，这样你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有个小小的螺丝在这里面，然后它把它锁进去这里面之后。再把这个算是固定轴固定起来，然后就是塞在那个洞，你可以看到那个车架锁的时候有那边旁边有个塞有洞，它就是把它堵起来，然后它就是为什么会切这样子，就是它原厂的那个螺丝也是类似像这样子，就把它切一个环，长这样，看你们看不看清楚哈，长这个样子啦，然后要塞环，它就是做成两件事的，前面有一个螺丝锁紧之后，它这厚其实肉还蛮厚的。前面的螺丝锁紧之后，再把这个套子塞上去，然后还有，还有就是主要的车架的两个地方，它就是也是一样是两件事的，就是说它先把这个螺丝锁上去之后，后面这个它这 by the way 这个螺丝应该都是白铁，看起来是白铁的啦。感觉是白铁 CNC 车销的，比较不像是钛合金的，它就是比较像白铁的，它就是长这样。它有两件事，下面是螺丝嘛，上面是就是把螺丝锁上去之后再把它盖住，这样类似像这样。然后这个螺丝我在猜应该是白铁的啦。然后这是锁着车架的，它主要有车架有两个，主车架有两个螺丝锁在引擎上面，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这是另外一侧的那一个，就是它比较痛出来，它有一个前面的那个支架的是因为埋的比较深，然后只要只套这个的话会，它其实螺丝长度应该是一样，但只套这个的话会埋不进去，所以它有再做一个承轴把它整个转出来，所以它是长这个锁前面这个会稍微长一点这样子，然后它前面中间点也是一个全部都是圆圆洞洞这样子，就是原厂其实就很像。然后它虽然我说跟原厂很像，
但它其实也有把原厂那个，它的为了要做的规格，它其实这个跟原厂的那个很像了，但是它就要做的跟其他的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它是有在做一个，诶，这样子看得到吗？有在做一个，有在做一个，特别在做一个，这个其实跟原厂只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但它有做一个为了跟其他的东西 match，然后这是长，其实这个太小了，是照不太出来，它就是长这样子。然后它就是为了要跟原厂的做 match，那不是跟原厂做 match 啊，为了要跟它其他的做 match，所以它就测了一个这个很小的一个螺丝，这应该是铝的啦，很轻，但这个就比较先进，算是定位用的，所以它并不是就没有强度上的需求，不像其他的有强度上的需求，所以要做白铁的。然后它这五个东西各都是各有两个，因为它是左边左侧和右侧嘛，所以整个是十件组这样子。然后当然你锁上去的时候都还是要锁到特定的扭力值，要记得你们要锁这些东西的话，都还是要把那个扭力值锁满。这个啊，忘记讲价钱了。这个的话，它的售价是350，十件这个十个螺丝。是350块钱欧元，不含运不含税哦，这些都是不含运不含税。当然，只要你在台湾的话，你只要不想要自己进，或者就是税金，或者是跟那个海关打交道很麻烦的话，其实中校车业就是，但是他们是，其实我最推合到另外一点就是 Motocross 有 Motocross JP 跟 Motocross Italian，它有两个不同的。Motocross，就我所知，Motocross JP 本来是一个就是杜卡迪 MV Gusto 的经销商啦，然后他有贩卖 Motocross 的东西。Motocross 是意大利厂商，但他们近期有研发一些像是手机支架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配件，也有帮那个也有做一些小的配件，像手机支架那些应该是 Motocross JP 做的，但是我不是那么很确定啦。老实说，他们网站没有想得很清楚，说这一个是谁做的，这个是谁做的，他就单纯讲 Motocross 和 Motocross JP，所以我并不太清楚他们的关系是怎样。只要有观众知道的话，也发满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中校车业是写说 Motocross JP 台湾总代理，为什么不是 Motocross？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公司嘛，有点像那什么，就之前 BBS 轮圈啊，是有 MBS、JP、BBS 德国这样子不同的意思吗？其实我不太清楚啦。但是 Motocross 这一种 online shop 的话，在Motocross online shop 是从意大利直接寄给你，是比较方便的选择。因为 Motocross JP 的网站我去看他们的那个购买选项，并没有设计的像意大利网站那么的简单，它是有点复杂。然后我觉得，只要你想要省麻烦，不想要太在那自己搞这些有的没的的话，虽然我觉得省下来的钱应该是蛮多的，但是中校车业，只要你不太清楚这些从国外订购东西这些怎么处理，台北的中校车业就是有台湾其实是有经销商可以直接购买的。也可以找中校车业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好，然后，这一个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东西。然后说这个很贵，这个非常贵。但我看到，其实我车上已经有装了，这是一个，这是水箱还有油箱，水箱 radiator 和油箱 radiator 的那个散热的护网。我车上已经有装一个 Evotech 的铝合金，我觉得质感做得非常好。我看到这个之后，我还是觉得我要把它买下来，因为怎么说，它是钛合金做的。讲真的，就是其实它因为它是钛合金做的，我看到是钛合金做的之后，我就好，那我就是要买了。这两个是不同价钱，而且其实售价还蛮贵的。我等一下跟你们讲价钱，先猜一下。所以可以看到，它本来是出给，它上面有日文有，所以这个到底是，I don't know，反正有些上面只有意大利文，有些上面有日文。老实说，I have no idea 为什么会是这样。它就是出给 Panigale V4，
老师，然后 Panigale V4 跟 Street Fighter 基本上就是 V4 就是一台车，然后一个是街车形式，一个是跑车形式。当然，它还有一些细部都不同啦，包含副车架，Street Fighter 是铁的延伸钢管延伸支架，然后 Panigale 的话是整块铝的去铸造的，当然轻很多。但是问题是，它 Panigale 本来就只有单座，它并没有乘坐其他重量的需求。Street Fighter 是双座，它有要乘坐的需求，所以它必须用金。铁的，然后增加那个强度，它才有办法载人，不然没办法载人。当然，它的引擎形式是一样，所以很多配件其实 Panigale 跟 Street Fighter V4 都可以留用，但是只要是副车架件啊，或者是脚踏件啊，很多其实还是不一样。所以各位在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因为你还是要，虽然是 V4 啦，但很多东西都是通用，但是。你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有 Street Fighter，是不是可以留用这样子，才不会在买的时候造成买回来真的它不能装的。或者你不确定的话，也可以问你购买的经销商，他就会跟你讲说，哦，那这个东西是出给 Street Fighter 或者是 Panigale 专用，或者是这两个都可以用的。啊，抱歉，我刚才我的那个摄影机热档了，最近 A7S3 不知道怎么回事，刚一直热档，不知道有什么毛病。他做的更薄。它做的比 Evotech 更软更薄，因为它毕竟是，钛合金做的，它不需要那么硬，它做的非常的软，然后，所以它也没有做弧形啦，因为它毕竟是钛合金的，它不需要先用一个形状，它可以被凹嘛，它凹又不会断，它凹会断掉，但是不像铝合金这样一凹就没办法再回复了，它就是。它可以被凹来凹去，也不会。它只要不要超过它的金属疲劳值，这凹来凹去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范围内。因为它毕竟是钛的，你就在想说，哎，为什么钛的不是应该比较硬吗？没有没有没有，钛的比较硬是指说在同样的重量，哎呀，同样的大小体积下，钛会比铝硬，但是同样的体积下的话，铝会比钛轻。当然，他们两个都算是航太金属啦，就是氧化铝会生成啊，铝会生成氧化铝在表面，或者是做阳极处理后，基本上也是不太腐化。跟金铁比起来的话，这当然这三个的强度真的要讲的话，都不会比铁强壮了。钛虽然很强壮，但是这是相对而言跟铝比起来，在同样体积、大小和重量情况下。它的强度会比较强，只是说钛真正的优点是在于它的耐腐蚀及不太易变的特性。这些都要跟黄金比起来的话，就是黄金算是我们已知金属当中最不会起化学反应，它最不会变质，也可以保存最久。钛比那个还要再强一点，就是说它也是连王水都没有办法腐蚀它，然后当然这也造就它加工困难。各位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相当漂亮的一块板子。然后它这边我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这边变形变得很严重。我稍微凹一下，因为它都是铝的嘛。我稍微不是不是它不是铝的，它是钛的。我稍微凹一下就又变回来了。它并不会影响它的功能啦，因为加上它就不是运动件，所以它不需要一直动，它也不用担心它轻金属疲劳只会超过它的限度然后爆掉。然后你到时候装上去的时候大概是像这样，还有一个很漂亮的。颜色，然后这是上半部，这是它的那个水箱的护网上半部，然后，我们来拆它的下半部。哇，有点把它给拆坏掉了吗？不要。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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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部就是比较小的，然后。它有附一个类似边条的东西吗？它的边条不知道放在哪里，那应该是放在某个地方，减少它接触的面积，但我现在不太确定。搞不好是这里。好，perhaps here, I don't know。它上面有个非常酷炫的红字的，
它上面有一个非常酷炫的 Motor Crush 的 Titanium 的一个标志，它不是，它是直接在上面镭射的哦，它不是后来才装上去的，它是镭射在上面的，非常漂亮。然后也是一个类似蜂，有点变形的蜂窝型的一个设计。然后整块是用钛合金片去切削而成，然后再凹成固定的形状。这是下面的，就是类似，这应该是有冷排的那个护网。这两个是不同的单价，这两个会个别贩售，它的售价分别是，找一下，它售价分别是小块的这一块是217.35欧元。然后大块的这一块是，275元。所以你现在桌上看到这些，大概接近10万块的售价。有可能会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要改这么多跟性能无关的东西？10万块的售价其实可以拿来改排气管呐、啊，或者是拿来直接装成 ABST 的那个碳纤维轮圈呐、啊，这个都很马上很有感，然后很容易被看到的这些改装品，不是更好吗？但，我觉得改装摩托车是一个这样子啊，你就是安那讲就送啊，你 不对了，不是送的问题，是说你改装这些东西，你改装这些小小的零件，这些小小的部分，让这台摩托车更趋近于你想要的理想状态，我觉得这就是改装的乐趣所在。然后你找到这些零件，或者是在安装上有些困难的时候，这些一一去克服，也会让你有很多的，让你跟这台车有更多的，怎么说，连接。我个人是这样讲，我很喜欢改车，然后加上我车子，我很喜欢摩托车，很喜欢汽车。接下来还是有其他改装，有陆陆续续会上去，然后再把这些全部都装上去的时候，我会再拍一集，把这些装上去之后，看起来外观是如何，是不是当初我所想的那样子。但我是觉得它应该对这些对操控或者是对车子的强度本身，它应该是会比原厂还要更强壮啦，因为原厂是铸的嘛，铸的东西你都知道，它就是里面的链条并不是。但原厂的一定有品质，只是它就是不会像这些改装品这么强壮。只是这些强壮对操控性有没有什么帮助，我觉得是影响不大。只是说它就是，除非你是要比赛赛车啦，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改装这些东西对你可能会有那些让你觉得更紧实。但是我觉得对一般人大众来说，这些改装品都用不到，最大的用途还是在它的外观和颜色上面，就是让你这台车感觉更像你想要的形状或样式。然后水箱护网为什么要钛合金这么贵？就是一个字就爽啊！钛合金的水箱护网看起来就爽。然后大概就是这样。我改装上车之后，我再拍给大家看改装上车后长什么样子。然后今天大概就这样，虽然有点废话冗长，然后也很开心你们可以看到最后。本频道将来之后也会也许会讲中文，也许会讲英文，我也不确定。就是。I'm not sure. It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audience want me to speak. If you're from foreign country, you want me to speak in English, introduce all the parts in here, or you want me, if you live in Taiwan or you speak Chinese, you want me to talk in Chinese, I will do that. And 反正不管如何，都很感谢你们一路订阅我，还有看这些影片到现在。然后接下来会有更多关于 Street Rider V4 的改装，然后汽车改装的话，我们还是会常常去找泰安那边跟 David 一起改装他的小白。虽然小白的第一集好像现在有点糟糕了，现在小白的第一集的声音突然剪到一半不见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没关系，我还是会想办法。第二集还是会先生出来给你们大家看，就第二集会改加大碟，第一集是改一些我的车上的零件改给他。还有我卖车的种种点点滴滴，那个好像我一些感性的话也消失了，那没关系啦，人生就这样。好，就谢谢你们看 Joe Scratch，我是 Joe，我们下次见喽，拜拜。